第四十一题是问说，有关于此弹簧坡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这是个弹簧坡，要有弹簧，所以它是一个力学坡，是一个机械坡。而这个图上面显示的是一个疏密坡，疏密坡是所谓的纵坡，纵坡就是介质的运动方向跟坡的前进方向互相平行。所以第四十一题问我们说，有关于此弹簧坡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介质振动方向和坡前进方向平行。